大家好，我是八位恁相爱的台中立委。听讲最近足侪人想要罢免我，你敢知影我为台湾做过偌济代志无？哈？你唔知影？来来来来来，我笑予你听。凭我一己之力，眼家不放在眼里，他总需要新的空气。明年春节中火关，有我不未来努力，但你别靠我太近，我只那么想为肆意。这个就是台湾基金陈柏伟的特色。我们伟大的才晃说，三军招募不顺利，我们要自立自强啊。所以我建议香港人来当兵，他们都还很年轻。这是我的抗中保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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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撑香港啊！上去上去，上去上去！伟忠哥哥，不要不要过来，不要！上去上去，拜托你拜托你，让我回高雄！上去上去，好雨你等会儿，我来陪你聊。上去上去，给你吃来，各位吃起来呀、啊！上去上去。在在立委就当了一年，但我发现台中人没有南部人好骗。当我说中华民国就是中国，哪里有中华民国就是中国，哪里有文明人，马上就想来把我给罢免。哎，博伟哥，安怎？你不是说要在雾峰置产，申购我们台中吗？没啦，哎，thank you，thank you啦。能在中国赚到红钱都是我的本事，抗中保台打过来，我绝对会装死，那也是我够聪明，遵循蔡皇的指示。我建议招招延长后，让别人去送死。契合啊！我们伟大的蔡皇说，三军招募不顺利。所以我建议香港人来当兵，他们都还很年轻。这是我的是抗中保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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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撑香港啊！上去上去，上去上去，伟忠哥哥，不要不要过来，不要！上去上去，拜托你拜托你，让我回高雄！上去上去，好雨你等会儿，我来陪你。不敢打仗啦、啊！邓票一张，拜托台中乡亲，一人一票，送我邓票位，回去故乡，重回暖男温暖的怀抱。拜托拜托，多啦多啦，三九三九啊！哎，邓票吹爽了不？